麻辣烫，哎呦妈呀！大家好，我是小羊刀。小羊刀妈妈这个辣不？小羊刀宝贝。小羊刀宝贝。嗯。这是我奶奶做大的辫子。绝了，这个辣麻辣烫，绝了。嗯，真好吃。这次我不吃，我吃的是不辣的麻辣烫。我的就一个，哎，你把我这个都吃呀！我吃一个行不行？这还好几个呢，还有一个呢。嗯，绝绝子了，香，那就好好。来个撒尿游丸。啊？什么？撒。可好吃了。妈妈，你头发那么短。嗯。这里边有肉呢，你。嗯，吃吧。什么是小铃铛呀？没听懂。小铃铛就是我，我叫小铃铛。哎呀，烫死了。我就是想要。我就是小油灯。这个得慢慢吃，不能吃那么快，吃快就容易呛的。大哥，麻辣烫，我吃的太快了。我吃的有点慢。嗯。我嚼的太慢了。没事，细嚼慢咽，细嚼慢咽。小孩子吃东西不能吃的太快，知道吧？要嚼的细细的再咽下去。对，就这样嚼慢一点。嗯。嚼上20下再咽。嗯。